上转转发现爱。你喜欢拍照吗？拍照拍得好漂亮，心花怒放。你拍照要不要开美肌？皮肤要不要调白？眼睛要不要变大？对不对？大脸变小脸，烧饼变瓜子，你有过这个经验吗？然后呢，当你到外出的时候，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最好的 cameraman， 你的摄影师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很多人的技术不是很好，所以就会闹得跟鸡飞狗跳，大家会呢不欢而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教你如何去看待你的照片，如何变漂亮，同时呢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一起来比一比。欢迎今天的几位来宾，第一位是实习王美林姿佑，嗨，大家好。王帅小伟，王美陈丽琴。接下来这一位，他说他不太喜欢拍照作为留作纪念，他都是来搜证的。我们欢迎淡江大学副教授洪英正老师。大家好。还有就是辛苦的人形脚架阿福耶。对，辛苦辛苦，做脚架不容易，对对对，好容易、啊。那刚刚我讲到的洪老师的这个部分嘛，因为我也有问说，哎，老师你拍不拍照？他说其实一般来讲呢都是记录。对啊，我而且现在我觉得记录就是搜证啊，叫搜证，搜证，我来过，对，或者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对。对对对，我发现现在有时候我自己记录下来，因为还有其他利害关系人、学生啊、家人啊，就会引发这个你知道排山倒海的抗议，尤其是我女儿，她后来已经告诉我说，只要是有她，一定要经过她过目。才能PO，对对，才能PO，才能PO，或者才可以转发给别人。是是是是，哎，那是尊重。哎，对，嗯，没错，这样讲，对，哎，有道理。从法律上，这也是肖像权。对，对对对，讲到法律，对民法的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来各位。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各位的照片吧。好，我们今天首先，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要先分享一些美美的画面，是由我们的几位网红们今天现场带来分享。第一位就是林姿佑，费尽千辛万苦拍成的美照。哎，我可真的很认真哎。什么？苏澳，苏澳，花莲。你们没有一点创意跟想象力，你们没看看书吗？世界有很多地方，世界何其大，心要广阔。还是澎湖，我们的格局要拉大一点。天空长得很像啊，澳洲吧？对，澳洲。哦，洪老师终于走出门了，快有一句餐。哦，那是澳洲啊？不是，这是在意大利的五渔村。哦，意大利啊？意大利的五渔村，这是一个世界的。真的不容易耶，可以把意大利拍得像台湾的。等一下。一样的点啊，哦，对对耶，意大利，其实很多人在这里拍过照片，是是，他的明信片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叫什么？叫做碧蓝的天空，对对对，碧海蓝天，碧海蓝天，这样。你的那是阴天，这是国外那一张就变国内了。这大概20年前，这是20年后，褪色了吗？20年后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很真实。其实我们拍照不是留经验跟回忆吗？最好的写实吗？所以由此可见，我没有调色哦。哦，你没有。用美颜，我没有，我们要真实的呈现，搜证。所以你看，我为了让风景真实呈现，我也是真实呈现。所以我其实我要拍这张照是，哎，我是拿命来换这三张照片。为什么？哎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悬崖断壁吗？第一，这个照片我必须要走大概快3个钟头的山路，而且每一条路都是这样子石子路，我走了快3个钟头才拍到。哈。那个渔村走进去就是没有回头路，全部都是山路，然后路就这么小，然后就这么小，你看，而且只有一个人能过的，非常窄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断崖。那我为什么要拍这一张呢？因为我没有站在断崖边，我拍不到另外后面的那个，后面还有风景，各位看，后面是另外一个渔村，它有5个连在一起的。你这照片真的需要很详细的解释，很详细的解释，所以它很重要。然后它有很重要的海，然后它的后面是另外一个渔村，你要我要站到这边边来，你知道这张照片有多难吗？它的路就这么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没有很难，谁帮你拍的？我这一张是我自己拍的，拿 selfie stick 自己拍的。是，然后我一定要调到后面，然后你知道我拍完我不能动。我儿子站在我面前，我说你手伸出来，他必须把我拉起来，因为我完全不敢看后面。我另外一只脚是在断崖边啊，
是哦。你们要知道什么基隆港？我掉下去就在意大利了，就回不来了。基隆港还游得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脚是不是就在天边了？我 OK， 我要讲了。对你讲的这个都是生命换回来的，是真的用生命。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，你都瞧那么久了，然后你还戴个帽子把自己的脸都遮掉一半，然后那么暗淡，然后就说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就是会认为这张照片不 OK， 是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调到最美的状态。可是我不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，我的重点是风景。那你就干脆拍风景，没有人在里面也行。可是那就不表示我有去过。好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好 ，OK， 同意，是呗？不然我拿那一张就好了呀。对对，你就买一张，拿一张买一张明信片不就得了呗？我买了好几张，但都没有我，这几张有我。好，很好，谢谢啦。其实你这样子也证明，就是其实我们国内的风景跟国际风景基本上是很接近的。是哎，是一种氛围的意思。也是，是绝对是在有。是哈、哦，对、哦，世界地球村嘛，台湾有些地方还是很美的、哦。有，那肯定是有。是，可是不要让资佑去拍哦。说实在话，我没有那么自我感觉良好啦，因为我觉得拍照就是一个回忆跟记录嘛。那把自己拍那么美，骗自己何必呢？对嘛，小伟你赞成吗？对不对？后面的人，我们看自我感觉良好的在你旁边，他坐在你旁边。该小伟了，小伟，你赞成资佑说的吗？基本上。我就是属于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那一卦，可以啊，我们都知道你很良好、啊、，OK。没有，我的拍照其实是有进阶式的，哦、对我先秀一下我第一次拍的照片，对，可以把衣服穿起来吗？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像那个手机哦，也没有美颜，对，然后我拍这个照片是我在国父纪念馆，我在跑步。啊我在跑步，对我是真的在运动。你在国父纪念馆跑步，为什么不穿衣服？还有人假的运动？没有，我在运动啊。然后我就想，男生可以，男生可以上半身。对，我就想要记录那种汗水淋漓的。有汗水在哪里？没有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你跑淋漓在哪里？你跑完之后，你还是要先 calm down 一下，然后把汗稍微整理一下，不能你知道，如果汗在脸上会拍起来很像油光。对，所以你该擦的要擦，然后你看这个发线。也不能乱撕、欸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要设计过的。在沙龙门口放，如果说发型的广告也成立哦。真的啊，你看我这个多有意境。有，这有意境吗？有啊，就是哪里意境在哪里？而且你不能管别人的眼光，因为你在拍照的时候，别人在看。所以你就是没穿衣服，然后自己这样拍。对啊，是啊。然后用闪光嘛，因为晚上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對。这是夜间的那种拍摄方式。所以你要呈现你的照相机功能很好，就对。所以那上面这张下面是同一天呢、哦，同一个时间点的，不同天。OK， 因为我那阵子疯狂的运动。OK， 对我想要记录。好，对对对。你下面这一张线在你的脖子上？没有，是跳绳。跳绳，我以为被绑。跳绳这个也是故意摆上去的。阿福讲的没有错，我跟你讲，我看第一张跟第二张，我觉得很像是很多电影情境里头是不是被绑架的人，好不容易脱逃，对，逃，然后从那个你知道吗？什么山洞穴里头爬出来，然后说救命啊！而且我才不像自由姐，要靠真正的网美是看人，不是看这些景象，风景是不是？不是，王美要穿衣服啊，可不可以把衣服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就会有进阶，我等一下就有衣服。其实是好进阶啊，是蛮好看的。洪老师，你觉得？我本来以为第一张有点像那个蛙人，你知道吗？哦、就是好像两个都很像蛙人。有人在先呢，太瘦了吧？对，就是运动的时候拍，你看那时候连痘痘都还在，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修图软体。我们不介意这件事啊。对，我们看不到。所以这次今天为节目，你觉得最满意的就对了。我觉得很自然的呈现，需要这样端详。你看国父纪念馆，我是今天没有在讲实话，对不对？一直打喷嚏，真的、啊，不爱上自己都很难呢。你看到这照片，好好可以了，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好好看，好看，有效果，有。立新，该你了。好，你的网美照，我觉得前面两位还可以啦，来看看我的，我这才是用命换的好吗？你们有看过天梯啊？这是要到达天国的天梯。然后你知道我花了。那时候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吧，是，对，阿福跟你一起排哦，对，他有拍，他有拍，然后其实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很简单，它不容易，你知道下面是两三层楼高哎，是，然后它还没有防护网。你要是掉下去，你就是真的就是很多人就去见上帝了。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梯子会通到天堂啊，会去见上帝，其实是不会的。对，然后重点是你要上这个天梯，不是说你花钱就可以上，你还要签一个。你要上这个天梯，不是说
你花钱就可以上，你还要签一个生死状。他会有一个生死状，叫你要签完之后，你才能够上去。一开始我还不敢上，我只上一半，然后我就真的很想上厕所，突然觉得真的是紧张的想上厕所，很高哎、欸，我觉得蛮高的，巨高，真的很高。然后我不敢往左右看，全部你会只看到天空跟鸟，在那边飞而已。可是我又到达那边了，如果不拍不上来一点。太遗憾了，对，会后悔。但我最上来只能到这里，不像阿福，他是直接站在这里。我是上到最上面，真的吗？上面了。然后还单只脚这样，我不敢，我一定会摔下来，所以我就只能够很实辣的站在这边，然后假装这样，很漂亮。所以整个拍出来的效果我很满意，对。Okay. 然后这个也是荡秋千、但它前面是完全空的，如果你松手，你就真的会从那个悬崖掉下去。真的悬崖，那个真的悬崖边对拍哦、喔，对，他、现在的照片不是如果要用 key 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对呀、啊、，key 的就好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拍不出这种效果哎、欸？怎么会？那是你 key 的技术烂吧、啊？不行，自幼写你那个意大利布把自己 key 在那个明信片上就好了。人家本人没有太多的特色，人家丽琴都没有批评你了，你也给他一点赞了呀？真的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靠外在，我们靠的是一种意境，一种质感。意境是我好不好？你这没有意境啊！你这意境在哪？衣服要穿起来，既没背景也没布景的。对，我们要的是一种跟那个天地融合的意境。对。你看这个王美王帅哦，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喜欢拍照的人，你看各种不同，有人重视风景，有人根本不重视风景。啊，有人是这个要去很刺激的地方，有人要融入风景。可是这个是请专业嘛，他们是在现场有专业摄影师。没有啊，这我拍的，没有啊，这我拍的，这是我拍的，对。哦，我以为是有专业摄影师，然后一张多少钱那种。不是不是不是啊，自己拍的。你就上去，然后就拍，看你要拍多少张都可以，但不要太久，因为后面很多人排队。那个蛮危险的。它是一个需要入园费的，要入园费，然后呢，另外你要上去还要另外算钱。其实它是一个造景啦，就是他说你要上去是你自己想上去，就好像停车场会讲说贵重物品一定要拿下来，如果遗失我们不负责的概念。没错没错没错，对。我是觉得如果不安全啊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值得拿命来换。是是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要牢牢记住，你要牢牢不是，你要牢牢记住。自从我去了这个以后呢，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改去了比较不危险，比较安全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个岔。其实有很多社会新闻，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很会攀岩，或者到大自然，他们真的就会站在某一个一般人是绝对不敢站的地方，他们会在那边拍自拍，然后就真的掉下去。对，是的，太危险。对，然后呢就真的掉，就那个拜拜了，美照变遗照，所以这个是很不 OK 的。对，没错。OK， 大家注意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是。大家还有别的照片分享？我后来已经深切深刻的反省了，所以我就改成比较温和的这个大王脸，这个比较温和。虽然我也排队排很久，排了三四个小时，因为它真的很长。大王脸，对，这是真实的莲花哎，莲花的花那个荷叶上面。荷叶，对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它排了很长很长很长，大概排了三四个小时，然后慢慢等别人上去这个。你看我们两个人合起来，竟然可以承受我们的重量。这莲花辛苦了，这是，这全都是纯天然的。这，所以我讲求的是一种意境，是对一种氛围。对，这个照片让我想到两个，一个是想到青蛙王子，像不像拇指唯美？池塘里面就对，对啊，池塘里面。但是我们走唯美的路线了，对啊，漂亮漂亮。这在台湾欢迎大家这个。这个安全绝对安全。这个有没有要签什么切结书嘞？这个完全不用，它其实很安全，它是蛮浅的，对。对，然后掉下去也还好，可以站起来。会可以捞起来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很漂亮。好，漂亮，酷酷酷。那个我们的人形脚架，对。这个当父亲的呢，通常很喜欢这个在女儿的眼中变成一个英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设计一个桥段，带我的女儿去拍这个王美照，你看。我在悬崖上救了他，后面有海，对，然后我去救了他，然后我想说以后我们回忆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就说哇，爸爸你好棒哦，你是我的英雄，救了他哦。对，等一下，其实你那里应该有一张看起来更，哦哦哦，这个比较像，比较对啊，这个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在峭壁感觉上，然后你就是一只手，两根手指头抓住，然后维持你的生命，因为孩子不会演嘛，因为他还太小，他不会演，不是角度啊，角度要角度的关系，同一个地方，只是相机你往。
往上拍，或者是相机往下拿。其实他只是在呈现一个爸爸告诉小孩说，我是可以说故事的。然后呢，我会拍照，往上跟往下是不同的技巧。爸爸很厉害。以后呢，如果说我们一起回忆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啦，他会知道爸爸其实对他很好，然后呢是从悬崖上把他救回来。好，好了，就是这个是北海岸英雄照。嗯，是。请问老师，你看到大家都活过来了，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。为什么大家那么爱拍美照？其实我觉得美本来就是人会追求的一种很自然 的一个标准、啊。没错、哦。那个很多学者他们说，美是我们的一种基本需要。嗯，哎，对。那以前的人呢，我觉得相较于我们现代人来讲，我们是真的很幸运。以前人没办法，以前只能找画工嘛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在很多探讨当中发现了，人会透过这些所谓的画面，包括相片、影片等等，其实有研究显示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呢越想要呈现美，对不起，这个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哈。不会，我很想呈现美。他其实表示说，自我认同的需要特别的高。这不是小伟哥吗？所以自幼的这种照片就是代表他其实并没有需要那么多的自我认同，相对来讲就可能相对自信心很强，强大的心胸。对对 对，我都在世界遗迹里面了。哎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好好。对，所以他们有一些探讨，就是我们自从 FB 这种所谓的社群网站以后，就发现很喜欢在脸书上或者等等拍这种相关自己的相片，他们去做研究就发现。越常 PO 的人，其实他的内心常常是越觉得孤单。小伟不要介意哈，我讲的是一般性的，越觉得孤单。我不是一般人。了解了解了解，对对对。因为教授讲的是一般人，我告诉你是10%，你也是另外一种强大，对，可以好。是是，没错。就他会比较希望透过这些画面，来改善一些自我形象。是。对，那有些人也会因为这样就走火入魔。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，现在在美国青少年他们其实有一种叫做身体畸形的恐惧症，会对于自己某些局部呢特别的不满意，比如他就觉得自己的脸比如说太宽了，然后他就一定要把它修的瓜子脸，三角脸都有可能。对哈，就是整个呈现出来的画面，像那个 Lady Gaga，就是他们就拿他做个案，他就是对身体某些部位会非常的看重，所以呢，做他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一些就是说相关要把影片PO出去，就痛苦不堪，对，对。他当初的造型都非常独特，甚至就是走很，奇装异服哦，标新立异，对对对，好的路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漂亮，是真的，然后要吸引别人的注意，他觉得只有那样子跟别人不同，他才会有自信，好，为了拍美照，有哪一些行为是会伤感情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些啊，OK， 为了要脸小，不管是自拍、团体拍，绝对不站在最前面，对。有没有过？有啊，有吗？我是相反的。有，你会有真的？我是有，我有。你也会往后站，一直往后站。不是，有人是拜托我当最前面拿相机那个人。那你的脸最大。我说不好意思，但我可能会遮掉一些人，所以我不得已，我只好请别人来拍，我站到后面去。还有借口。对。那我是相反的，我是跟朋友，譬如说一起拍，然后我就会发现他的脸好像稍微比较明显一点，大一点，对，我就会自己往前这样，然后让他看起来小一点。哇，你好贴心。对啊，我怕他会难过。但是我跟小伟哥拍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小伟哥只在乎自己好不好看。对对对。他每次拍完都说我看一下，然后他不是看别人，是看。但是这是正常哎，大多数的人，各位讲实在的，团体照拿来，每一个人第一个都只是看自己。对呀，一定先看自己啊。我们从小到大，人家只要说希望能够提供一下我们的全家福啊，我妈妈永远都挑什么，我是这样。然后大家都让我妈最漂亮，最漂亮，因为我妈都说这张最好看。我想我们其他的人真的是龇牙咧嘴，就她最美。对，她是主角嘛，因为她提供的。因为她认为，对，所以这是在个人眼光中 ，OK。我妈妈是很漂亮了哈。好，来，然后再来就是呢，二不美肌不修图不放上社群软体。三饿得要命还不准别人吃饭，一定要先拍照。四只要不满意就一直重拍。五出门旅游明明不顺路，但是为了拍照一定要绕路去某个景点才可以。六为了拍照做出奇怪或危险的行为。七嫌弃别人帮忙拍的照片。八团体照拍出来只有
自己美。小伟哥，没有，我是请你先请帮我拍照片。我觉得你哥有这样中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我还好哎、欸，他全中、啊，我还好。对啊，你还好，哪一个最重要？你还好，我还好。为了脸小，自拍不站最前面，因为我都会说，哎、欸，艺人先拍，艺人就自己在最前面啦，我就自然而然到后面啦，哦、这很自然的行为。可是你是八团体照，对，小伟你一定会这个吧？对，不对啊，你看我，你看我这些自拍照都拍了，每一个都拍了100多张，100多，没有啦，夸张了，万中选一，但一定会拍很多张，对，对，你才要选，你才会选到一张最适合的。我会在家先左拍，然后再右拍。然后看哪个角度最好看之后，然后你真正要拍照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哪个角度最好看，所以你之后拍照就会用那个角度拍。这表示他做过功课、哦，可是他也不见得满意啊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上节目，结果明明上节目的是我，他就说你帮我拍照，我说好，然后他就开始咔嚓咔，我怎么开始拍了100多张，没一张他满意的。后来别人想说奇怪，到底是谁来上？谁是明星啊？谁来上的？不是那个人的拍照技术也有问题啊！你懂我的意思？我边拍他就说：“哦，陈立琴，你拍得很烂呢、欸，你。”好好的一个人被你拍成这样，那照片我都不想提供。我本来想说要提供。明明就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还好。这到底是谁？辛苦阿福。是人的问题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，像比方说美颜嘛，我其实我也会用一些这样子的软体。其实拍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知道，它其实跟我本人呢，真的不是完全相同。可是你知道，看了就是心花怒放，对，想说哇，就水，就是水。然后对啊，可是长得自己不是很像，我就不会去扑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没有扑，我没有扑。可是我看了，我就是很快乐，就看一看觉得很好玩、啊就自己的感觉就已经很满足。可是我们不会很迷恋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不是长这样。但我觉得很没有没有差很多，我讲了我的那个、我长得是那样，只是比我原来更漂亮一点点。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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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。黄老师这个是不是轻症？这个是重症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没有真的那个漂亮的还是很像我原来啦。真的。好了好了，有一点就是漂亮的自己啦。对，可是是会快乐啊。会啊会啊。没有啦，其实那个分那个调的那个不要太高，你调到1跟2是偏。比较自然，你一下调到紧绷10，那当然爆掉，可能鼻子都看不见。对，只有两个眼睛。对，这两个眼睛。没错，但是要其实像这个第三点啊，饿得要命还不准别人吃饭、这个我们就是常常会发生。这个我不太行，因为他一定要东西来嘛，我们等一下不能吃，对，然后东西要全部的来，然后而且拍很久，然后就拍我们好丰盛的一餐这样子，然后拍，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啊，就是马上切 了切牛排切下去了、然后。再把拿那个酱啊，把它铺一下，铺在上面，看起来是完整的。然后再重新拍。一定要吃之前先拍啊，不然那个杯盘狼藉，你拍杯盘狼藉当然要。可是拍那要干嘛？对呀、一个纪念啊。对啊，就是看了以后，比如说有时候你肚子饿，可以拿来翻一下，然后就觉得望梅止渴嘛。学生里面很多确实是这样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拍，然后就不断洗版了。Why？哎，就是刷存在感，生活刷存在感。那其实真的有一些在脸书上不断在 po 的人，常常在我刚刚讲嘛，一个是说他对自己的期待是非常的强烈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孤单，对，那比较边缘化。那通常这样的人，他就会不断的自 po， 自己 po。然后还会自己按赞，要有这些东西可以剖，自己按赞。我有自己按赞，没有了。当很多人按了以后，我就偷偷自己按。自己按一个，自己按赞很自己都不自己支持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按你按赞，会。You don't like yourself， 你不喜欢自己，人家怎么会喜欢你？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按赞呢。可以，你按吗？可以。这么无聊干嘛？可以的。哦，不可以自己，那我回去抽，我回去抽回来嘛，我收回可以收回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我可以按一个给我。我自己那种，对，也可以啊，现在那么多，对，那不表情符号，我很严重吗？不，可是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个现象叫自我增强。就是说，你每次修完，然后你 po 了，可能你看了很满意哈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自愿此人只因天上有，越看越满意。其实以后你就会越变本加厉，会有点，会修的越来越多，会修的越来越多。对，有时候真的就是回不来，回不来。对，还好啦，因为你到最后你的那个美的标准感跟看到就是说最原始的画面
已经完全没办法接受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，就不能面对自己了。对对对，可是老师刚刚讲到，就是这个拍美食啊，那甚至有人喜欢拍美酒，然后把他去的地方都一定要记录。有些人不愿意PO，他会说我怕别人知道我过得太好。哦，那当然有。那这又是什么？有很多顾虑啊，譬如说可能旁边是谁啊，或者是在什么场合，时间空间，他可能不想泄底啊。嗯，对。哦哦哦哦，会啊，其实有时候。聚会我会 PO， 我会拍，可是我不见得会 PO， 因为我觉得说啊，难得我们一起吃个饭，可是我觉得喝酒的场合可能对我们的形象或干嘛这个不适合，所以我就不会去 PO 它，但是自己会做纪念，我还是会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拍照哦，我觉得擦枪走火最可怕，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照片，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出去，其实大家铺照片，大家都不要以为你铺上去只是给自己看，很多人会拿去用。我觉得恐怖，你会被截图，会被盗用。哦，也会，对对。如果那张照片是奇丑无比，然后你还抽不回来，还被卖掉，被利用了，被利用。你真的被利用，你不要管你自己有没有所有权，我觉得那是最可怕。我最想用的就是这几张照片。拿钱来跟我买啊！对，如果那张照片是奇丑无比，然后你还抽不回来，还被卖掉，被利用了，被利用了，你真的被利用，你不要管你自己有没有所有权，我觉得那是最可怕。我最想用的就是这几张照片。哇！拿钱来跟我买啊！这是你拍的、啊？这谁、啊？你这样子对小伟，拿钱来跟我小伟、啊，你这样对吗？这是谁？这样不行哎、欸！对对对对对，是同一个人吗？啊、还是你的？对，是小伟的。小象权通告费没有了，他是肖像权，我是所有权。这是发生什么？在打瞌睡吗？谁知道他发生什么？要拍他一二三，他就翻个白眼。可是，来来，小伟，我帮你，来来来，我平反一下。好可爱，你还嘟嘴啊？嘟嘴，那个针对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拍的，我有印象。每个人都有原始的自己要面对。这太原始了啦！教授，你笑得很开心，这样对吗？因为我认不出来嘞，真的不认不出来。对，是谁啊？老师就是他呀，就是看发型、发型、发型。好，我觉得你只要人长得好，处处都是一个焦点。是啊、哦，真的不是啊。像我们没有这么帅的，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，不是危险的动作了哈。来，我们来比了，我们就来要比哦，比下去了。哇，裸不穿衣服，阿福也有，但我没有在跑步、啊、不一样，我就是这个十几年前去日本演出，然后呢，我朋友带我去比较靠北边的地方，哈，那个北海道，对，靠北边的地方，然后呢，第一次看到这个雪堆得非常高，就超过一公尺的雪，然后就很兴奋。你知道很兴奋，然后就把衣服给脱掉，然后在雪地上跑来跑去。Yeah! 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。对，可是脸长得不一样，脸长不是一样吗？那时候比较瘦，那时候比较瘦啦，那时候就是十几年前比较瘦。当爸爸以前啊，当爸爸以前是没有，你没有拿别人的来演。没有，确定？我看得出有阿福的那个轮廓，还是弟弟还是哥哥的？那时候还没有遇到丽，对，还没有跟丽琴重逢了哈，所以会比较这个。哦，那时候生活比较自在的时候。那时候不用吃它，吃不完的东西，还没有爱情的滋润的時候，那时候都当人形厨余桶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蛮危险的哦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这个非常冷。我这个下了吧之后呢，我们那个朋友一间小木屋嘛，好、我就说我拍完照了哈，我要进去了，我就砰砰砰，他不开门哎、欸。整你啊！他就整我，他故意把我关在外面。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行为的人是让人讨厌的。对对对对。后来我就在等，对对。后来我说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快不行了。然后他们才让我进去。后来我重感冒一个月，因为这个。那这些朋友不 OK。对。可是你下次就不敢了哈。下次不敢了。至少下次要拍这样的照片，记得那个羽绒衣要放旁边。对对对，或者你钥匙先给我再说。OK。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有时候朋友会关心，尤其是单身的朋友。那刚刚也讲嘛，其实你 PO 什么照片，其实它代表你的内心的一些思想。那有一些单身呢，他的周围朋友会很担忧，说你怎么都 PO 一些太真实的照片，意思就是说又是素颜呐、好像也没有对焦好啊。那可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些朋友，所以知道说其实你 PO 出来的，没有比本人漂亮，有一点点没有为自己行。
天意行公道的意思啦。嗯，但是这一位好朋友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在乎啊，因为我觉得最真实的自己才重要。嗯，有这样的人、嗯、OK、嗯、所以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拿捏跟取舍，因为我个人认为虽然这故事里面不是我，对，但是我听到的时候在想说，没有错，我们剖或者是拍、嗯、它真的就反映了我们心里的形象。对，但是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我们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吗？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讲真善美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当然首先就是真嘛，譬如说这个稍微做一点美妆，这是一个礼貌，嗯啊，就是增加我们的在社交上的一种一种流畅感啊，也可以增加别人的好感啊，那这算不真吗？这也不叫不真、嗯、对不对、哦、是。那因此我觉得只是这个角度上的差别。那化妆跟美颜这件事情可以画上等号吗？化妆我觉得是两回事、欸、我觉得是两回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美颜就是当下这个照片的呈现而已、嗯、可是你化妆就是一个整体、嗯、你自己对美的定义。化妆是礼貌，可是美颜的话，有时候譬如说我们长了一颗烂痘，但是你拍出来那个烂痘还在那里呀、啊嗯、但是你 po 上去它就是一辈子，你知道网络的东西是一辈子，所以为了不想要让别人看到那颗烂痘，你还是会美颜把它消掉、嗯、我觉得这个还 OK 吧。对啊、嗯、OK 啊，嗯，不然多恶心啊，谁都不想看到那一颗烂痘子吧。婚纱照通常修图修的凶、嗯、修很多人因为看不出、嗯、就是常常黄道吉日，对不 对？好几组在结婚，有的来宾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家，因为他都看不出来新郎新娘是谁，因为已经修的跟本人不一样。哦，对，因为自己留作纪念，自己怎么看就觉得哇，就是你。可是我会不会看一看都是谁？对啊，是小孩子将来长大说妈妈那是谁？对。嗯，我觉得只要不损及公众利益，这个标准，嗯。应该就是可以被接受的、okay、我们一定呈现出比较好的那一面嘛，对，视觉上，但我觉得也有好处啦，就是换一个角度，就是我解析我们家桑尼哥的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些照片、喔、但我觉得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每天看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好，所以他就会这么好修正，原来做等一下语病语病，就是原来他这么的好，对，你重新演，你可以呈现另外一种好，对，所以他会在自我平常的要求上跟细节度会做的会更要求自己，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激励自己的方式。我认同啊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修图，原来哦我修一下，哎，原来我不要那么多痘痘，皮肤保养好一点，我可以这么好看。嗯，对，那我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这边有一个哈，老公男友求生保典、嗯、美照不 NG。其实不瞒各位说，前一阵子呢，因为我们在国外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观光景点，嗯、我真的很少在请别人帮我拍、嗯，那个别人是我先生。对、嗯，好，那一天我就觉得有一个景点好像蛮好玩的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你帮我跟儿子一起拍个合照，因为我觉得他要去念大学了，我想要留一点我们合照。好，OK， 他就拍喽，他一直拍，一直扫，一直扫。他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可以一直按，一直按，然后他几乎每一张都是我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好厉害哦！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拍到的，就眨眼也是有时间的。对，没错，他在正拍，你在反拍啊。对。后来只有一张我留下来，我其实一直不想提供给各位，因为我跟你说，真的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在翻白眼。我真的没有一张，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翻白眼，然后真的就一直，我跟你讲，你想要捕捉专业摄影师想对抓都抓不到。对 对。然后我们两个人，我跟儿子同时这样子。好，请问你的阿福他很会帮你拍漂亮吗？哦，很不会。我说怎么样拍的怎么样，他说很棒。我说哦，真的，我一看我上面空这么多，然后我人在中间，然后整个要么就是人看起来很像短腿，要么就是头发就是非常的乱。可是你本人就不太高。但是就你能说的我可以依照技巧嘛，譬如说我就跟他说，你我虽然不高，可是我需要你帮我拍的腿长一点，所以你就是可能相机要拿在腰这边，有这个说法，对对，放这里，对，拿在这边，对，腿就会看起来比较像九头身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拍出来看了，让我觉得会自信心受损。但是我觉得大家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其实我原本的职业是一个歌手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是摄影师。是啊，所以他，但是每次要求都要到摄影师的程度。对，因为还有由上往下拍，脸看起来是就是更小、更精致。对，那就要手机就要扣一点。对，然后呢，拍起来脚又要长。
好，那手机又要拿在这边，我请问你怎么同时扣一点，然后手机拿到这边又拍起来是对的？對，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什么？就是我自己找好那个角度，还有我要的景，然后我就说你在那里，然后我拿好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过来，我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，我人要靠左，那你要我站在那边的时候，当我摆出那个角度，然后那个表情的时候，你就要按下去，这样。后来它就变成那个人形的人形脚架。脚架，对。OK， 那我真的很为你们开心。I'm so happy for you。好，那麻烦苏先生这个板子你应该好好做参考。OK， 来各位，老公男友求生保险美照部 NG 哦，一小脸 tip 45度。俯角自拍，压下巴，歪头。一定要啊。瘦长 tip， 姿势前后脚站，脚尖往前，镜头放低，微仰角。构图脚贴地，头顶留空。对。美肌 tip， 找充足的自然光，室内打光。对，打光很重要。打光很重要，光顶光就不行。对，一定要那种自然光。我真的很赞成。你知道自然光是什么？你就找一个，就是。太阳对外的，对外，你不要担心那个紫外线，你拍快一点，就是面对太阳光，最漂亮，最漂亮，真的最漂亮。OK， 好，来，意境切，痛哪里？痛哪里？摸哪？痛哪摸哪不看清楚？我牙痛，我头痛，对对对对，还可以这样，我下巴也很痛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，你来，哎，来来一个，来，只有头痛。只有牙痛，那鼻子痛呢？好，鼻琴还有哪里痛？双颊痛。还有什么？这脚也痛。加油票，小伟来个痛，小伟哪里痛？啊，对，你嘴唇痛，嘟嘴。算了啦，嘟嘴，嘴唇痛。来来来，来一个嘛，你不是常这样吗？好了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好了。洪老师哪里痛都不痛，头痛。而且你看洪老师是头痛，头痛，好可爱哦。安奈摩睡呢，安奈摩，然后你看哦，哎呀，好好来来来，哎，其实蛮好玩的，好来哈。然后这个，对，我还没讲完，利用花草当前景，仙气十足。是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其实有看镜头，真的真的，其实像这种就是这样。感觉好像是被别人不经意的，就是不经意的，被人家捕捉到。对对。好啦，小心避免逆光黑脸，剪刀手失焦模糊。什么是剪刀手？剪刀手是这样。哦，这样。现在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。现在要这样。对，现在要这样。现在的剪刀倒下来。倒下来。然后还有就是要这样，心小心，小心。对对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打爱心。还有打爱心。怎么样都不能这样，这样就暴露了年代。是洪老师。对对，我们都是这样。对，刚刚对我看了一个板子。我也很爱这样啊。其实蛮好玩的，有的时候你会不经意，真的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我不会。错啊。老一辈的。你不会，因为小伟哥都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好，最后请来宾分享他们的秘籍，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照片是美照，然后要怎么拍。美照哦，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很真心的觉得人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主角，我觉得后面背景环境啦，我是喜欢看那个环境，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，我觉得整个意境的构图才是最重要，因为你永远只 focus 你自己，你永远拍不出一个美景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。可是你的美景也很糟糕啊。我的美景不错啊，我记录了天空、海洋跟那个地板啊，我呈现的地板有多小。这是一种记录。你看看人家的美景，你看看人家的美景。但蓝，天空的蓝没有那么蓝。有，那天就是这么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看我的技术啦，我的技术拍出来。对，手机拍的。手机拍的。好好好。对啊，是说实在，是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它的。但这个是不一样哦，这个的角度是从这一面拍过来，我是在它的这一面。你有点背光了，背光。我在它第四个渔村这边，他在他这一边拍过来，天气也不一样，是天气也不一样，意大利，意大利，但是这意大利真的是很大的侮辱。我的经纪人怎么了？你对你的马桶就不侮辱啊你？不侮辱不侮辱。对对，自由的这一张，坦白讲，他是真的符合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说不要遮脸光啊什么的，但是你还是很有自信，所以我们觉得这张照片还是真的很美。我原则上我喜欢自拍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拍自己，你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角度跟什么。什么背景跟高低，可是自拍有个危险，就是你的那个脚自拍感，自拍棒的那个长度，你其实重心是不好拿捏的。
听懂了吗，我的 Sunny 哥，不要往下帮我拍。你是王美实习生了，不要忘了你今天的身份。对，你只是实习生而已呢。对呀、啊，还来教我们。好，王帅来给一个 tip， 对你，小伟哥，不是，一定要在马桶上拍。真的，你的 tip 是什么？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最适合的角度，你一定要找到最适合的角度。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主角，就像我在厕所，我在摄影棚。我在任何的地方，林姐的表情很好，就我在想我家厕所也可以拍吗？对，没有真的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的，因为对你在任何地方拍就会，你就是主角，然后你也可以在，如果你又在这种漂亮的风景拍，你的照片就会非常加分。对，然后手一定要摆这个姿势。我这都是自拍耶，没有人帮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有，我晓得，因为我觉得帮你拍的那个人心脏要很强壮，对，一直笑着还会抖。没有，很棒。我觉得没有自拍其实很好玩。对，我真的认同。自拍真的很好玩，我也觉得我认同。因为你真的自拍久了，你在拍团体照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哪个角度你是最好看的，你就不会失误、嗯。那个照片出来，你就不会眼歪嘴斜。对对对，这是走演艺圈，走荧光幕前。必备的一个条件，没有知道自己哪里最美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其实自媒体，你一定得我觉得就是你也是在经营自己啊。对对啊，我们音乐家都变成摄影师了。是啊，其实我就是跟他就是帮他拍照，我也学到了非常多啦。就是说，怎么样把人的脚拍长。就是跟他，就是帮他拍照，我也学到了非常多啦。就是说，怎么样把人的脚拍长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我脚很短，是啊。然后怎么样？其实像这个，你老公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就是连续按。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手不能抖。这个我忘了，我忘了提，对，都是模糊的。都是模糊的，因为连续按一定会出现这个。这个我已经被惨痛的骂过了，所以我都鞭策过了，我都知道。对，没错。那丽晴有什么建议吗？我的建议是我最近比较迷上那种自然的表情，譬如说笑得很夸张，然后眼睛都眯起来那种。这是在日本。这个在那个京都奈良。奈良。对，我们为了去之前呢，我们做足了准备。对，譬如说我帮小布丁穿了这个神隐少女的衣服。可爱。对，然后阿福，这位是阿福，看不出来是不是？很难看得出来，很难看得出来。要去奈良哦。他穿了看那个看得出来是阿福。对，无脸男的衣服。还真的见鬼了，我跟你说，不会看得出来是谁。我们为了这个还特地打电话去日本的相关单位询问，因为他说他本来是要穿恐龙装搭电车，可是被拒绝说不行。会吓到。后来就说那他可不可以穿那个无脸男搭电车？搭电车，因为他有一个剧情是要搭电车嘛，在水上的那个电车。那我们就结果也不行了。对，因为他们会吓到别人，会吓到别人，而且你在室内空间是不能蒙面的。对，日本的规定是这样，所以也不行。我们影响到公众利益。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只好到了那个奈良去拍这个这些照片。比较好玩的是呢，小布丁那时候跟阿福两个人在那边旁边跑啊、追逐啊、在玩啊。然后隔没多久，我想说，为什么那里围了一群人，然后很多观光客拿相机在哈一直拍照，很多外国人。我想说发生什么事？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追逐完之后，还对大家就是鞠躬，然后大家还拍手。而且还拍给他钱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忘记了忘记了。当时我就很想拿一个脸盆放在前面，忘记了，可以耶，可以啊，很想啊。你没有看到在好莱坞或迪士尼，对不对？在中国戏院门口，多少人就把自己装扮成类似不同的电影人物，是啊，对，收钱呢，一张照片可以拿几百美金的，想不到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，然后大家还要求说可不可以合照。就觉得蛮好玩的，有吗？有合照吗？有。我觉得阿福很慷慨，一定会愿意，只是没有收钱而已。对啊。好，洪老师，大家都想要呈现出最完美的自我形象，但是这个美颜这个照片，感觉已经开始有点诈骗的意味，因为大家觉得说这跟本人真的长得一点都不像，所以怎么样来建立自我真正最好的形象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是觉得就是说有这种科技产品呢、是。然后去应用它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了，因为我们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嘛，那我觉得拍照啊，两个角度，对自己来讲呢，我觉得呢，自信就是美，很强烈可以感受到你自己对自己是正面的，我觉得这一种氛围是可以
渲染开来，但是呢不要过头，就好像有强迫症啊，或者有这个完美主义啊。那第二个我觉得有爱的就是美，有爱的、对，那这个是我差不多在以前我很不喜欢拍照，但是这七八年来我就因为我也感觉到父母老迈了，那我就从那样的或者说孩子慢慢长大，很多刹那成永恒嘛，对，就是说稍纵即逝，所以我就开始也留下一些记录，留下一些画面，对，尤其每一次跟父母呢，就是说也许他们真的因为老了嘛，也不可能再有那些所谓的假洗美容，可是留下每一个画面，有时候自己看一看，其实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美，有一股温暖。对。那对别人来讲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每每我们拍了以后，如果我们有想要把它给呈现出来，我觉得要懂得尊重。对，尤其有一些人，他可能会非常在意呈现出来的画面，可能会影响到他很多东西。所以如果我们譬如说，方便的话，可能就是，我通常在有一些合照场合，我都说，我这个可以放脸书吗？那一些朋友或者那一些同事们，他们说可以啊。那我就会把它PO出来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尊重跟咨询这个程序是必要的。我们从小就听到广告词嘛，他抓得住我。对，现在都是我自己抓住我自己。对，抓的就是我的那个美。我今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也想到，因为在网络上面你看到的很多照片，如果说以网购来讲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的不孝的商人，他会把一些产品真的是美化了它。对，就当你收到的时候，你发现是骗局一场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的照片在网络上面PO出来的时候，它也是一种自我行销、自我呈现。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背后，你真的是像洪老师讲嘛，你要有尊重，然后也要有所谓的爱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管再怎么美，我觉得是相由心生。对，就是你难免看到很多照片之后，你看多了，你也大概可以区别出它究竟美在哪里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照片负责，我们大家觉得真的是赏心悦目，其实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漂亮是你我的责任。是，透过今天大家的照片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谢谢，真的很感谢各位。谢谢，都非常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将平凡变非凡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不凡的朋友们，谢谢。